在哪里？真的吗？OK 啊，Welcome。好，不要有压力，不要紧张。对，他只是我弟弟，他没有出现过。我跟你说，基本上我们的兄弟的感觉啊，我必须承认的，跟汉人的感觉，当然我们绝对是一父一母啊，可是我们那个兄弟那个感觉不一样，我们不是义气，我们叫责任，奇怪了，对，所以我很高兴我弟弟来，好啦，你可以上来啦。或生离，或死别，愿
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交换我心田。我听见阔笔传进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搁浅。